那就来，那就啊。我明天还有会要开，你自己喝吧。我要去洗澡睡觉。别扫兴嘛，就再喝一杯，好不好？那我再陪你喝一杯，你就放我去睡觉，好不好？成交。孙东升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一个混蛋，不过是一个好看的混蛋。我知道。我就是一个混蛋，我是一个伤害自己喜欢的人的大混蛋。你这个大猪蹄子，你也会有喜欢的人吗？你最喜欢的人
没有。不要再逃避了，好不好？这位帅哥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只是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，争夺雷锋，你就……我不想再等了。圆圆，对不起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老板，要一份柠檬汁，不要冰，不加糖。好嘞，麻烦快一点啊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可以回家试啊，不着急这一会儿。不行，这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。不，你是朕唯一的皇后。你的饮料，快试一下。好。怎么样，恢复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我这次好不容易技巧纯熟，姿势完美，时间到位。如果这次还不中的话，那以后怎么办呢？小伙子，看你们小两口感情这么好，孩子迟早都会有的。啊，不过呢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能着急，你顺其自然，才能水到渠成。不是的，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……是啊，老婆，这一次不中，我们再慢慢努力就好了嘛。下一次，我会好好表现。谢谢老板，不客气。啊、不是，老板啊！哎，小伙子，加油啊！可思议，徐总，你回来了。喝多少酒，穿成这个样子？喜欢吗？
那你喜不喜欢？是的，每一晚是。